有时候要当真汉，很多人都见底了哟。那这首歌叫做伊拉，伊拉呢是我们老祖好茶部落一个哥哥叫做巴查哥。伊拉的意思就是出发，行动，动作，快点，不要懒惰，赶快这样。刚好有那个，哇塞，我操，没想到你的一直神功。没想到可以打完 A4 一张哦，真的是，你们应该是用 10A 的字体吧，特小哎。那既然有文字介绍，那我们就先用唱的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巴查哥哥哥的作品。伊拉，刚伊拉的时候要喊哇哦，代表你认同啊。除了我们这，上半场应该有学过哦，有他们有练习这两次这样，漂亮漂亮，他们被你知名了。是，哎，你们是什么族群啊？看一下这边，好吧，今天什么族群？卢凯族，好不好？我先下台了。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我本来介绍我表妹很漂亮呢，只是她结婚两次了。卢凯族不错啊。好的，伊拉，好伊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伊拉达拉吉杜巴拉伊里，达姆达格拉。Ela tá lá que tô para ele Muda que é que tá com a né Aropô Aropô Ela tá lá que tô para ele A muda que tá lá que a passa Ela tá lá que tô para ele Muda que é que tá com a né Aropô Puxa放的山头传来了大自然的声音，那是苦我从你那关酒，我跟着风，那是河流，那是彩虹，哇，彩虹也有声音，我的故乡，我的四方。开始在呼吸，用力呼吸，大口呼吸，拥抱的足迹，我们跟随彩虹，跟上跟上，祖先的汗水，我们用身体感受。张国荣，那是恐龙，孩子啊，中的大黄酒，头发乱了，我跟着风，那是张学友，那是歌流，那是彩虹，你的故乡，你的传统舞，开始在呼吸，哎，跟不上了，拥抱的足迹，我们。跟随彩虹，祖先的汗水，我们用身体感受。伊拉达拉吉杜巴拉伊里，达姆达格拉勒吉亚巴斯。在座的朋友，不错。伊拉达拉吉杜巴拉伊里，不知该几咋管了。
哈吉达。怎么有这招啊哈吉达？没有，阿美族的朋友教我的。哈吉达是，赶快喝吧。